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？嗯、我先说一下故事。刚刚要去打扫的途中遇到了。今天带十一。新家安素不纹身，防蚊处理。还没吃完呢。筷子吃西瓜的时代。唱一次。一二，画大灾，出去画大灾，画大灾，画大灾，摩天轮，滴滴滴呀，滴滴滴，吼吼，水晶，对呀，对呀，这里就是昨天经济，这里就是昨天经济。我们测试了数台电视，终于有一台新的电视可以用。哎，是超旧的电视，反而可以用。说好了，我这礼拜要给你我们要做那个影片的剧本。但我今天早上骑车来的时候才想到这件事情。刚刚那个小朋友让我想到，我表哥的小孩昨天跑出去我家外面说要浇花，差点把我被子弄湿。我现在如果还在这边给你拍这个，我去勾便当，我们中午就可以一起出去吃饭。快去勾。今天中午吃鱼。今天中午会带钱包跟钥匙去吃饭。今天。我赌，等一下吃鱼。比赛耶！比赛耶！我们死掉了，还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存在，大家都还是好朋友。这是学心理学的，心理学跟万青学的。狂暴汗。刚刚要去打扫的途中遇到了杨老师，直接被问有没有想要去做那个钢索，这样骑马那个竖过去，我直接内心一个战斗。没有他那时候在那边，我想说，我以为是在讲蜘蛛人，我直接说可以 ，OK 啊，很好玩啊，慢慢的、啊，然后跑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结果是那个新设施七秒哎、欸，七秒。重点是新设施，七秒很快哦。重点是新设施，我觉得就是一个风险，就是已经有四五个人。白老鼠的概念，白老鼠。重点是还要办那个琪琪，而且我还不知道琪琪是谁，我还去 Google。哇，你没有童年？没怎么，我就是没童年。我现在就是很慌，我现在讲话都是乱讲。琪琪怎么跟你讲？琪琪那个头。下班了。声音超虚。还有一个以为到十点半的，就是现在在摄影的这个，是我是不是？彩文蛋少女，已经从芒果少女竞争文蛋少女。什么是芒果少女？因为你那是什么分区？你从此被我封为芒果少女，而且还在我的 IG 的精选动态。你跟草虾解释一下，啊，什么切？啊，芒果。他在教室切芒果。今天的
现在，给你一个赞。来玩吧，来玩吧。可以去拍照。什么口味啊？这牛奶茶。茶，烘焙茶。新的。对。对，是吃起来跟牛奶汤。实习第三，现在下班了。因为好暗哦，我也觉得好暗。卡，跳电。我是幸存者。不跳电，耶。不夜不夜。不夜。有没有罗赖把我拆起来看一下？没有，罗那个要去那个。是上课还在问一张图，说你们往后要站的位置的，看他说不行。Hello。就算犯错，比那岁月等我；就算停留，还有你和夜空。我算什么，让你无条件的为我？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？可以呀，地下收来收去，收来收去，我对你收来收去，收来收去，这几年我的打拼甲认真，拢是因为。我们与臭的距离差这么远，好像买的呱呱圆。吃一下，来第一颗呱呱圆，一颗呱呱圆，弹，它会爆浆。爆浆里面有包东西，我刚刚弄掉了。What you want, bitch? What you wanna say? That all I want.
All I want, what you wanna tell me what you want, bitch. What you wanna say that all I want, all I want. Oh shit. Tell me what you want, bitch. What you wanna say that all I want, all I want. Oh, tell me what you want, bitch. What you want. She's number one, she's number one, she's number one. Fucking hometown, city girls out, everybody is a shout out. Right now, all the best time is serving wine now. All the way down, it's the only fucking way down. 717 is a fool like a robot, 只想把我撕掉，谁找我们聊时间，各种不讲事的。透过视讯图就很接近，跳过就好。嗯，只是会接吗？怎么大家都背功？今天是第十五天吗？对，实习第十五天。今天第二个礼拜的音乐季结束，